tonight.说过了，进来。谁呀？什么意思啊？带我去建业饭店。哎呀，尚哥，咱别开这种玩笑，枪头，稍等。带我去建业饭店。尚哥，说变脸就变脸呐！带我去建业饭店。哎，好好好好，马上去，马上去。我能配点衣服吗？你想说什么？三哥，我觉得我们真的斗不过严子龙。周老大已经死了，道上的人到处找我们，这盛安城恐怕真的待不住了。我是不会轻易离开盛安的。枪是我打的，跟我的兄弟没关系。你冲我来，马青山，你敢一个人来我们这里，肯定是有事儿，有话直说。我想跟你谈笔交易。交易？什么交易？换个地方说话。行。跟我没关系。哎，跟我没关系。你敢带他到这儿来？一样，都是枪顶头过来的。忘了死了你啊！哎，六哥，都是自己人，我是自己人。自己人。哎呦，哎呦，走，滚！准确吗？这样，你马上给我约新官的，
就说我要见他。说话客气啊。进来。二哥，门哥来了。哦，子龙来了。二哥，来，请坐。哎，二哥，这么晚来打扰您，没生气吧？都是自家兄弟，还说外话。来，喝茶。二哥，有些事情兄弟不知道是真是假，我就是想来问一下。有话只管说。我听说叶三天准备从你这儿买点东西了。不错，有这事儿。二哥，大哥是叶三天做的，这兄弟们可都知道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哦，照你这么说，大哥真是叶三天杀的，我还以为是传的呢。既然二哥知道了，我想我有些话就没必要再。我明白，我不会跟叶三天交易的。不，交易还是要做下去。什么意思？这个恐怕……二哥放心。事情成了之后，我多两倍价钱给你。钱你们都准备好了吧？放心吧，都准备好了。那好，明天西郊旧仓库交易，具体时间我打电话通知你。谢谢师哥，那我听你电话。
可以进去了。告诉兄弟们，注意点外围，防着点马青山。哎。感觉很惊讶呀，二哥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买货，我赚钱，这本是件好事。可是子龙说，周老大是你杀的，那就要按家规办了。二哥，别跟他废话，我是来清理门户的。叶三天，你就一把破枪和几把烂刀，能反抗吗？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就是想要你的命，别连累别的兄弟。其他兄弟要是选择，我给你们机会。严子龙，你去你娘的！我告诉你，我跟三哥是同一条船上的，船沉人翻那是我们的命。你严子龙算个屁呀！严子龙，你就是一堆臭肉，杀你几次都不冤。严子龙，听见没有？不是我叶三天连累兄弟，是我的兄弟都是汉子。我告诉你，周老大是谁杀的，你最清楚。想杀我，直接来。搞这么多名堂，你不嫌累吗？好，好，二哥，你回避一下，别溅你一身血。等等，二哥，今天你不能走，这大局还得由你主持。严子龙，咱俩的事情咱们自己解决，今天你亲自动手，我叶三天要是动一下就是你养。你也不想一想，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还要决斗啊？你无稽了吧你！你以为你能杀了我？我以为是谁呢？周富贵，你站那么高，你不怕摔死啊？什么意思？你绑那个东西吓谁啊？你罗富贵有那个种吗？来拉一个我看看，拉！我小瘪三，你敢玩火了是吧？龙哥，还是你了解兄弟，我罗富贵哪有这胆啊？我下来主要就为了活跃一下气氛，这气氛有点压抑啊！把刀一放两旁，把栗子摆中间。呀咿呀，咿呀咿呀咿咿呀，呀咿呀，咿呀咿呀咿呀。龙哥，怎么样？还好吧？富贵，你下来，帮我干了叶三天，厂子分你五成。龙哥，说什么？五成？又逗兄弟了吧？拿你兄弟开涮！罗富贵，兔崽子，我一枪打死你！你帮了我。
阿腾，我罗富贵的名字是你随便叫的？啊？我发现你小子自从跟了严子龙之后，连江湖辈分你都分不清了，是不是？阿腾，把枪放下。你要是有种的话，冲我来开枪，来啊！别装得跟狗一样啊！我一枪崩了你！来来来来，我喜欢，来来，出来打打打打打！我承认你，我们家的炸死你我！老富贵，你今天到底玩的是哪出啊？哪出？严子龙，你是不是以为我罗富贵是你面前随时都可以踩死的一条臭虫啊？严子龙，我今天正式告诉你，我罗富贵不是臭虫，我是条汉子。严子龙哥，哼，别听他瞎说，带几包烂炸药吓唬谁呢？有种你拉呀，你拉呀你！奶奶的！不好，兄弟，别冲动，别冲动，别慌，慢慢说嘛。我说说个屁啊！我喜欢就啪啪，双排门。哇！别冲动。不能杀叶三天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上这里干嘛？叶三天是我男人。叶三天是你男人？你他娘的！三天，我就说你是条汉子，果不其然呐。富贵，你也是，啊？谢二哥。关二爷，周老大是严子龙和阿唐杀掉的，我亲眼所见。阿唐，是不是这回事啊？大哥，二哥，你原谅我，你原谅我好吧？都是严子龙让我干的，二哥，你原谅我。兄弟们刚才都听见了吧？周老大是严子龙和阿唐杀的，我和三天已经清理了门户。严子龙的兄弟以后想走的，啊，我也不留。想跟着我姓关的，或者是三天的，都可以。以前的事情，我就不追究了。怎么样，三天？既然二哥都发话了，我叶三天没有什么话说。